试着一台机器，啊，你别说一台机器真的磨出花来，能磨很多东西。还这一台发生了什么变化呢？我把阿帕奇换成了 NGX，然后呢，我 PEP，啊，我不写 fast 的时间，PEP 是运行在 FPM 模式。什么叫做 fast 世界？PP fast 世界和 PP FPM 是什么鬼？面试题啊，我面试我就爱这么问。你天天说 fast 世界，我说 PP FPM，什么叫 PP FPM？其实就很简单一个概念，但你不知道，你就是做不好。真的，你要不知道的话，你生产，你搞这些东西，你都是懵懵懂懂的，就是哎，反正看别人文档，反正部署起来了，跑起来了，你不知道到底什么。那么我这么做主要是做了一个动静分离。我在 NGX 上，我可以把这个静态的资源直接让 NGX 处理，怎么整直接让它处理？我写一个 location 对吧？location 有注意啊，你要不区分大小写啊。啊，我还真见过写，我区分大小写，我说你们的图片。那个后缀要是大小写不一样，估计你这个还静态分离还分离不了。location 之后呢，直接到某目录，静态目直接写一个 root，对录，吧？静态目录。就对吧？就是 location 这些东西直接写个 root 过去，是这个意思吧？这就是能做到静态分离。做这个动静分离的时候，还可以做什么很多的工作呢？第一个最简单的静态资源可以什么？可以压缩。对吧？我可以开启 gzip 压缩。面试题，gzip 有几个压缩比？哪个最高？1到9，九最高，对吧？这个我们需要搞明白啊。这我就喜欢问的啊，这小细节。然后就问这个 gzip 压缩怎么能把这个？为什么这个 gzip 压缩都？要把这个 IE 浏览器去掉，很多人说不知道呀。你看啊，这个就大家很多人学的懵的状态。你随便搜索一个 GZ 被压缩，你都可以看到。随便搜索一个啊，随便找一个压缩配置。啊，这个没有。我们来看这个 gzip 压缩啊，先说这个压缩的类型。我经常见这个开启 gzip 的，他们家是做 APP 的，然后给那个 API 后端做压缩，然后写的这个，就反向代理嘛，可以开启 gzip 嘛，然后写的这个，我说你们 API 反馈是什么？我说 JSON 啊。我说 JSON 呢？JSON 呢？你这玩意怎么样？图片呢？你看很多人就直接抄啊，就咔一抄，抄过去。哎，我们开启了 gzip 压缩，你自己找找图片在哪里？没有吧？图片可以压呀，图片需要开启压缩啊。图片没有吧？JSON 也没有吧？这就是。不懂的一个人写了一个不懂的文章，然后大家都去抄，抄完之后反正大家生产看着都一样。哎，别人写了一个什么什么 NGX 什么什么10万平方，你都抄了一遍。你看这个 gzip 下划线 disable msie 1到6，是因为 IE 老的版本对这个 gzip 压缩有一些兼容性的问题，所以说都会把它关闭掉，都把它关闭掉。你看这个就比较多了，对吧？你看有图片，对吧？有 GIF，有 PNG，但是也没有 JSON。你要对 JSON 压缩的话，你还要加上 JSON。好，现在你懂了吧？啊，就是很多的配置，不要是咔直接戳上去。
没有用，你再理解一下，包括这些 buff 你要去看一看啊， buff 你要去看一看。好，咱们继续讲个动静分离。好，那我问一个问题啊，我现在有一个集群，有10个节点，我给你两种方案，我这个十个节点跑的都是 Tomcat， 明白吗？我十个节点跑的都是 Tomcat， 我给你两种，方案。第一种方案，我在每一个 Tomcat 上都跑一个 NGX， 啊，前端负载均衡也是 NGX， 就 NGX 下面的每个节点就是 NGS 加 Tomcat， 这是方案一。方案二 ，Tomcat 就是 Tomcat， 然后最上面负载均衡 NGX， 这两个的优缺点。我面试题一般有人说的很有工作经验，什么对集群很熟悉，我就问他这样的，你给我解释这两个的优缺点啊，应该怎么选，或者什么时候用什么。你想一想啊，如果我最上面一个 NGX 下面全是 Tomcat， 对吧？那么也就是说，如果做动静分离的时候，那我这个负载均衡就要承担动静分离的这个特性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我要把静态资源全放在负载均衡那个 NGX 上，这样是不是不太好？因为我负载均衡它就是做负载均衡嘛，它没必要我在上面还弄一个程序代码吧。但如果我在每一个 Tomcat 上跑一个 NGX， 对吧？我每一个 NGX 和 Tomcat 就可以动静分离，我本地有代码嘛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前面的 NGX 只负责负载均衡，是不是会比较好一些？那你说第一种就没有作用吗？也不一定，就看你的场景。有的时候可能第一种架构简单，对吧？但是多数情况下第二种架构可能会适用性可能会更好一些啊，可能会更好一些。为什么呢？我再举个例子，我这个 Tomcat 的访问制，我 Tomcat 可以关闭访问制，我让那个每个 Tomcat 上面那个 NGX 来记访问制。为什么？因为性能要比 Tomcat 记访问制好，而且我这个 NGX 的访问制我还有很多可以定制的地方，再有一点，我是在 Tomcat 下记访问制， Tomcat 是存我这个 NGS 上代理的，我还得考虑这个经过负载均衡之后这个真实 IP 的问题。就看你怎么想，就你要懂的话，就咱坐这聊，你就想，你就能想出来，你想不出来，还是没搞明白。架构的话是，就还是我们单台，我只是替换成了 NGS 加 PHP， 对吧？然后数据库还是每日备份保存到本地，但是呢，现在还是一个我们称之为叫做单点故障，对吧？这个架构里面是有单点故障的，就这台机器挂了，那就访问不了了。好的。